嗱，呢有两个够大啦。跟住打咩战呢？美国开始制裁佢嘅，啊，你偷嘢啊嘛，你嗰啲科技啊，你喺度偷科技啊，咩千人计划啊，跟住 FBI 都讲咗啦，佢话咧每日啊都唔知几多 case 话人哋 book 好佢喺度偷技术偷技术。啊，咁跟住喺大学嗰啲偷咗嗰啲就冇得偷咗，已经走咗翻去嗰啲冇得救。呢、这个所谓知识产权嘅战争，又喺度打紧嘅，打得好犀利添。但系美国咧就吃亏，即系鸭子食黄连咧。嗰个所谓知识产权啊，我好熟知识产权，我系真系专家嚟。香港都揾唔到几个好似我识咁多。我打官司又我自己又有专利啦，又打官司啦，系嘛？又签咗啲专利合同啦，咁好多好多系用我哋啲技术嘅。最出名嗰啲华为啊，咁会乱俾钱，华为、三星啊、Nokia 嗰啲全部都系AT&T 全部都系签我，即系同我签合同，用我哋啲技术。咁大陆嗰啲梗系偷啦，偷咗几多？偷咗20几年，偷咗美国技术20几年，喺学校又偷，喺工业里边又偷。咁咧就话，有时攞咗人哋产品就咁，有时系合作去到大陆嗰度，人哋去开厂佢又偷。咁呢个咧所谓知识产权战争，就美国开始啫，开始。想办法管翻咁，上个礼拜嗰个判咗啦，哈佛嗰个化学系个系主任，啊，参加咗千人计划，点知罚佢几多？罚佢喺屋企，罚佢唔知坐2、3日监，跟住喺屋企坐，边度咁样样？直情攞美国嗰啲哈佛嘅化学嘅技术交咗俾大陆，佢就差唔多年年就翻一两次，成个夏天喺嗰边教书，兜两边人工。啊！就又系千人计划，好大好多待遇，有冇讲出嚟？咁嗰个所谓知识产权、科技啊，知识产权。咁你话 AI 啊，大陆而家搞 AI 啊，搞嗰啲叫做quantum 啊，即系quantum 用咩字啊？quantum 叫质子啊嘛，质子计算啊嗰啲，全部美国偷嘅，冇一样唔系美国偷嘅。咁嗰个战争就唔知点办，即系喺度。美国知道有件咁嘅事，但系正式可以限制佢、管制佢咧，可能真系得几个 case 啊，可以讲啊3% 都唔到，可以讲97%仲喺度偷紧嘅。啊，好彩咧，而家人嗰啲学生就少啲，读科技嗰啲有，嗰啲心理上有啲防备，但系实际上仲喺度大量偷紧。咁下一场战争就系晶片咯，啊，晶片系大战嚟嘅。咁当然咧，晶片咧我就比较晶片熟啊。佢咧实际开头就讲28纳米，即系粗过28纳米就俾你生产，细幼过28纳米就唔俾你设备，又唔俾你买，乜嘢都唔俾你买。讲就系咁讲，但系咧美国嗰度咧有啲人咧就好兴，咁就实际咧。有两股作风啊，有啲就想同大陆做生意，有啲想真系想 cut 咗，真系想 cut 咗大陆嗰个所谓唔俾佢买，所有晶片都唔俾佢买。咁而家咧好多设备咧，今次尤其是日本有个23条，咁韩国又参加埋噶啦，就基本上咧所有同晶片有关嘅设备同埋原材料啊，都唔卖俾佢。买俾佢就真系冇得做，连28纳米以上都冇得做。咁啊，根本成品咧又系成品又系好多限制。咁而家仲喺度完善紧啊，嗰个所谓制裁啊，喺度完善紧，仲未做到好。咁你话GPU 里边啊，就Intel 嗰啲仲大量去紧，Nvidia 咧又话搞一种嘢要去得嘅，有啲人唔去得，有啲人。实际都系偷鸡嘅，咁嗰度咧，而家尤其是而家晶片嘅生意唔好啊，前两年根本买到过晒窿，仓嗰度拆咗大把货，有排都未用晒，变咗而家成个市就冧咗，连台积电都唔系几赚钱，即系实际系过前两年咧买得太多，囤咗好多货喺度，咁呢个就有过程嘅，呢个消化过程，但系实际咧。
大陸嗰度咧可以講咧，仲有過程，真係制裁佢係有過程。我估差唔多到咗今年年底啦，差唔多就真係可以開始啲制裁就起作用啦，真係碾死佢啦！佢嗰啲真係好需要嗰啲咧就冇啦。咁呢個就係晶片戰，晶片戰咧就係科技戰嘅一部分。呢、這個大家聽到未？咁科技戰裏面仲有包括武器喎，佢嗰陣時俾佢買咗好多晶片，我哋做武器，同埋好多其他武器用嘅設備嘅原料，而家又係要近埋。咁呢個就係可以講都係科技戰嘅一部分。嗱，呢個戰爭喺度打緊嘅貿易戰啦，係嘛？最犀利咧，開始咧就。嚟緊下一關咧就金融戰，金融戰裏面不如包括好多嘅。咁前兩日咧就話有公布咯，科技唔准美國公司又好，個人又好，唔准美國投資喺大陸任何同科技有關嘅。咁細節我就唔講。咁呢個科技就好大件事啦，變咗咧佢大陸嗰啲公司啊，譬如大疆咁講。佢系未喺股票上市，你买佢啲股票就系投资落佢嗰度，呢个好大件事嘅，咁咧就呢、這个就系实际金融战嘅开始，睇唔睇到金融战嘅开始？咁咧就算金融战咧，佢呢边喺度颁紧法律咯，嗰边咧根本喺度设紧枝。咁最明显嗰单嘢咧就系孙正义，孙正义系最够胆嘅，即系佢唔系净系投资喺大陆啊，同埋投资喺大陆科技，佢直情系风投啊，用巨额啊，佢嗰个叫 vision fund 巨额嚟风投啊，嗰下嘢劲啊嘛。但系上个礼拜公布，以后冇得倾，只有走就冇得倾，冇得再投。实际孙正义嗰啲钱唔系全部佢嘅，一啲日本啲公司咧就好鬼官僚嘅，但系见到嗰阵时前几年咧。前十几年咧，佢孙正义做得咁好，咁就俾钱佢投，佢就会帮嗰啲好多日本嘅大嘅财团、银行啊，都系大财团投埋，佢哋有钱多嘅。日本有好多财团系有钱多嘅，咁咧就投埋。咁今次咧，佢哋话唔玩啦，定公布以后唔投啊，只有出就冇入。咁啊，剩翻幾多咧？剩翻好似差唔多300亿美金到啦，最後都走埋。咁如果孫正義唔投啊，其他唔使諗。華爾街啊、歐洲又好啊，乜嘢又好冇，全部停晒。咁變咗咧，嗰個係咩咧？金融嘅戰爭，即係話冇啦，以後冇錢到出口，你又賺唔到外匯喎。系嘛？而家出口跌成咁样，出口你赚唔到外汇，啲价钱好低，因为要帮人哋俾埋税啊嘛。你要如果人哋我去印度买唔使俾关税，同你买要俾20-30% 关税，咁20-30% 边个补啊？梗系喺你个价钱嗰度补翻，冇钱赚。咁变咗佢个外汇咧，外汇有三个渠道啊，一个靠出口啦，第二就系靠嗰啲唔系你买你啲股票啦。第三，人哋發債俾你，三個渠道都死晒，全部死晒。咁呢個係咩戰咧？呢、這個可以講咯，你可以叫佢做金融戰啊，係嘛？叫佢做金融戰啊，係嘛？所以香港冇啊，你話你睇翻香港而家啲 IPO number，你根本冇美國人喺後邊啊！我哋香港人嗰啲人買嗰啲濕濕碎嘅啫，即係人哋買剩啲樓啲俾我哋。我哋嗰啲錢啊，係比起美國嗰啲嘢，根本就係九牛一毛啊！我哋係希望執翻多少，人哋喺度大，人哋嗰啲大 master 喺度做緊生意，我哋喺度黐翻少少，等於喺賭場嗰度後邊喺度跟住人哋幾多，我哋落翻少少，落啲注，係咁上下嘅意思。